小鹿，撒，就是希望你的音乐，用心做的音乐能够撒满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么路就是条条大路上都有我们黄子韬，而且也希望我们能够经常一起录节目，生日快乐啦！谢谢，子韬哥哥，生日快乐！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你到礼堂的时候我再送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盖。那在这里祝我的 bro 好兄弟子韬，黄子韬，5月2号生日快乐！好久没见 bro， 想你，走起来好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涛的生日，在这里要祝黄子韬先生生日快乐，祝你每一个梦想都达成，每一个希望都成真，每一天都快乐，每一刻都健康，每一秒都幸福。思路祝黄子韬涛哥生日快乐，恭喜发财。大家好，我是鹿晗，涛生日快乐，今年又大了一岁，祝你2828咔咔就是发，越来越帅，继续中二，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未来一起做更好听的音乐，你懂我意思吗？我向你敬礼啊！思路，子韬，祝你生日快乐，天天都开心。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那在这儿呢也祝我涛哥，你老叫我涛哥干什么？你比我大那么多，你天天的。然后借此机会呢，希望跟你说一声。尽快把我陪你玩游戏的钱给我报。你滚！你老拉着我玩游戏，你还让我给你报销，你太逗了，兄弟！你还笑你？祝黄子韬生日快乐！好久不见，希望你一直都那么快乐，向你敬礼，三路。谢谢老毛。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玉修。Hello， 大家好，我是钟俊一。在这里祝涛哥生日快乐。在这里祝涛哥天天开心，心想事成。谢谢。也祝我们 AOT Game 能够越来越好。在涛哥的带领下，我们会继续努力，就向你敬礼 ，salute。What's up？ What's up， man？ Pow！ Oh！ Hello， 我是盖伯伯，在这里我要向你，祝你生日快乐。You know what it is？ 5月2号，金牛座 swag。You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bro。Cause you know what's up， 礼物 on the way， I got you my brother， and you know what's up，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f all is， 我要向你敬礼，懂我意思吗？ salute， salute。 别这样马伯骞，我受不了，你正常点行不行，兄弟？ Brother， 这说的什么？ Not baby， brother， happy birthday， y'all know what it is， I'll see you soon。 大家好， Damn， 我是天高兄弟的马思维，在这里我要祝黄子韬先生生日快乐。我又来了个先生了，我又变成他先生了，这些Hello， 大家好，我是彭畅，在这里祝黄子韬涛哥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天快乐，上进。大家好，我是秦海璐，祝涛涛28岁生日快乐，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边能够越来越帅气，然后听到你更多好的音乐还有好的电影，向你致敬 salute。 谢谢姐姐。嗨，大家好，我是邓倩，祝涛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向你敬礼 salute。 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喜彤，祝涛哥，也就是我的老板，生日快乐。今年你28岁了，新的一年呢，希望涛哥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音乐，做你想做的事情，一如既往做坦率的自己。最重要的是要有快乐的心情。作为龙涛员工的我，新一年呢，也会努力跟紧你的步伐，继续前进的，向你敬礼 ，salute。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祝涛涛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祝涛哥生日快乐。现在到了，吃，不要委屈自己，能吃就是福，向你敬礼 ，salute。哎，涛，生日快乐！希望你王爱玲是发福有点严重啊，说实话。像向日葵，自从谈了恋爱，这张脸实在是太胖了。朝向哪里？给每个人带来快乐，谢谢，带来幸福，带来积极的正能量。哎，我忘了跟你说一句话 ，salute。
大家好，我是薇娅，祝涛涛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平安喜乐，期待你更多炸裂的作品，向你敬礼 ，salute。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艺洋，在这里呢，我非常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涛老板生日快乐，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最后我向你敬礼 ，salute。好，这个祝黄子韬涛涛生日快乐，永远都开开心心哦。生日快乐！谢谢战哥。是李阳少女三一三，好，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以后在直播上面多多发金句。对，然后是我黄教练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黄教练天天开心，永远上进。祝黄教练幸福快乐！祝黄教练接下来发多一点直播。祝黄教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黄教练！别发大财了，我真的。谢谢。Hello， 黄子韬老师，祝你生日快乐，我的救星。我是你的52号幸运数字。谢谢你，就是那么的帮助我跟支持我，然后希望未来还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然后也希望你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身体健康。谢谢，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周冬雨，祝黄子韬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振廷，然后呢，我在这里祝涛哥生日快乐。涛哥，我呢现在在剧组拍戏，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到来，然后在当天给你送上生日祝福。哦，是当天是肯定会送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当面给你送生日祝福。所以等我回北京好吗？礼物我会补上的，谢谢。